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这个示范的关卡是逆行轮回远古腐蚀的考验。哦，逆行轮回，哦，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木队，哦，木北哦，哦，基本上我不是搭配双木北，哦，是木北加上这个寝室魅古苏妲己，哦，三 combo 以上就可以超过这个那个。可以超过双北欧的攻击力哦，但是少了加成，还有属性的一些问题，这个到稍微都要考量进去。好，哦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为大家示范一下这个通关的一个状况。哦，我基本上刚刚前面打过来，这样攻击力打起来是还蛮不错的。哦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像我刚讲了哈，哦，少了一个属性。哦，这个有点回到过去的那种打法，哦，以前常常有这样的搭配，哦，因为妲己基本上可以，哦，排出比较好排，哦，再来这个是，哦，回复力高，哦，现在回复力更高，比萨鲁曼还高了，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攻击一下就打穿了，我是用正常攻击哦，我还没有专属哦。这边还好哦，CD 三三还 OK。我记得我们少了一只妲己哦，哦，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点，不是少了一只妲己啊，少了一只那个属性攻击，所以不是两次就会全死哦。看到漏网之鱼有没有？哦，妙了！一定要这样给我弄一下就对了。好，哦，漂亮！呵呵，天降啊，这样我就省去了一些麻烦。像这个少一只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哦，这属性相克刚刚好，不过我们现在运气不是很好，因为一颗木珠都没有。哦，转水用不太到。不过可以看一下这攻击力哦，我是觉得蛮 OP 的。哦，现在目前是属于悲剧的状况，只有两颗木珠，有趣了，真的。三颗，哦，三颗木珠。这个怎么那么巧嘞哈？一直给我断就对了。对，断可以，但是不要断开我的锁链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由于有妲己的加持，基本上这队的回复力，哎，到了一个水平了。本身木北欧血量又很多哦，是它的优势。
这边看 CD 几哦，如果 CD 一我就爆发了，哦 CD 二，那我就先回个小血这样。开个牛魔王，哦，搭配这个墓主，哦，首先我这只是没有潜能解放的，哦，这只不是没有潜能解放，没有那个升华，哦，所以我是一般的墓北欧了，组合技应该就够 OP 了哈，哦，来试试看一下，暴力的哦，然后我这一队的话算是小小一个缺憾，是没有常驻真伤哦，但是我就是要试它的威力，所以没有特别要放一个常驻真伤，我就靠队伍本身的加成来这个通关做测试。不用好奇，因为我现在打算就是稍微做个这个叠珠，哦，简易的叠珠就好了，也不能就是不用太复杂的，哦，然后顺便我们就是哦边叠边打这样。哎呦喂！差点破坏我的叠珠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做不做见仁见智啊。哎呀，好吧，送走他就送走他，因为下一关不一定是哪一只啊。哦，这个安多攻击力，哦，他是中毒，40%。就是，好吧，哦，攻击力看得出来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关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，艾玛，嗯，艾玛，我决定一波，看可不可以带走。哦，牛魔王的好处，它可以把转心转出来，然后再开一个这个邓肯就好了。哦，差点撞到。
刚转的是很快是没错，差点撞到自己的猪。六 combo A G， 粘太多了。那一颗，这时候打几不开也不行。CD 十四十五，好吧，我们就顺便绝地逢生一下好了。这样绝地逢生还蛮怪的哦，只是怕 GG 啦，反正我要等打几进了。其实也不用了，我们把强化存能开掉了，因为打起来可以留下来保命。好，基本上下一回合一定是要一波带走啊，好吧，不然我就一波被带走了。这个应该不用做到太高 combo 了，哦，三 combo 啊，四 combo 讲错了。这时候我可能做个补血的动作就好了。哎呀，不小心打到他了！哎呀，他应该会蛮痛的。哦耶，我这五颗有点远。一转失败，好球大，好加在，好加在我的血够厚。哦，这是北欧的一个好处啊，皮够厚。刚刚血转失败，算是个错误的示范。基本上三到四康博应该就可以扫掉全部了，只是我没有特地去算攻击力啊，因为我没记错的话，双北欧大概五康博吧，四到五左右。哦，这个又是离很远。一二三，好，不要！哎呀，我想都要看一下结果。不过虽然没有一万八的血，可是这个被萨罗曼打一拳还是要吐血的那种攻击力哈。四 combo 哦，对，可以看出来四 combo 是没有问题。我想要试的是三 combo 啊。八 combo， 妙了！我没有暗珠哎，没有木珠啊。CD 三 ，CD 零，这个我舍弃掉，我不做攻击。哎呀，他自己帮我打了，我想要给我打一只哎，我是要做五 combo 哎。我刚五 combo 把它 K 掉了，哇，这个有点远，我思考一下路径，因为我不晓得
四 combo 应该 K 不掉，要五 combo 以上。特别紧张的时候，那个就转不顺了。秒又来。哦，木柱不怎么给力，这个就是妲己的缺点。哦，因为没有双北欧加成，基本上肉珠的几率就有差了。可以感觉出来，那个木柱不是很给力啊。所以我们双北欧还是有它的优势在的啦，哦，不然就是说双北欧就没有用。然后没有木柱的加成，你要这样天空掉下来加只有五颗。非常悲剧的一个数量哈。所以这一波我一样就是不攻击这样，因为我怕天降不够两颗啊，好悲剧。我比较需要磨一点时间，就这里了。其他就正常打而已。然后基本上最危险的也是这一关而已。因为你要洗技能啊。哦，漂亮，完全没有这个木珠哦，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。掉下，我靠，好刺激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木柱不给力，你就是要 GG 了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度的那样。哦，四康宝，没问题。好，我赶快把萨尔曼送走了。去十八，好，也够难打。哦，这关主要是属性的问题，哦，所以等一下那个我们的梁吉就准备开招了。属性相克，所以打他扣血会差蛮多的。哦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血量已经差不多了。再吹下去，我感觉就要哭了。
哦，我想一下啊。两级是一定要开的啊，其实打级的倍率还是要用邓肯的增加木的，这是要考量的。我决定开邓肯好了。我增加木柱的一个数量。再来，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样一波应该没问题。哦，再来，这也是蛮危险的。哎呦喂啊！天降两个木，两个木，我靠，两个木，我靠，哦，我的心脏！差点断掉哎！我的心脏就随着 combo 是在做起伏。我看到这个底下，妈的，完全是没有画面，不是，完全是没有木柱。啊，这个好笑哎！这个6260。加上11058，所以两只一起锤，我可以撑得住哈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撑一下好了，就让它锤吧。然后这时候要累积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幸福石，恶心啊！非常漂亮哈，目前台面上是呈现属于一个只有一颗木珠的状况。怎么会？哎，累个了一下下。哦，球大了，球大了。好吧，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强化传承一下。时候要等我看一下哈，我们要一波爆发啦，不然我就要被一波带走。哎，不对，妲己也不能用叠珠哎，现在忽然间想到，因为你用叠珠就没有1.9倍了，好吧，那只能直接来的意思就对了，1.9倍还是差蛮多的，不要叠好了。还是这样就好了。怎么不帮我补血嘞？太过分了吧！至少给我补一点血量吧。有了，他先帮我补了，这有点像施舍的感觉。
得不消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想说要多一点这个木珠再一波打过去这样。这时候千万不能有前体攻击的现象发生，还是蛮刺激的哈。看来不爆发好像不行，因为撑不到那么久。我偷看一下哈，这个我们的牛魔王转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水和心哦，水和心还蛮多的，应该是可以哦。是要非常小心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做到全体攻击我就哭哭了。思考一下，我可以看到我是没开邓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开邓肯，留邓肯，我可以留一波啊。好，留一次给我。哦，你好喂，非常好的一个配合。不要天降三颗，我现在没有北欧喽，我现在没有木北欧喽，不要再来乱哦。对，不是啊，我没有双北欧加成哦，千万不要给我掉三颗哦。妲己，我忘了。我忘记妲己了啊！吐血！我可以哭哭吗？哭什么哭啊？哭！啊，拼了啦！管他的，哭什么哭？凭借着妲己的高回复率，加上安多的这个 combo 数的制造，好吧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吧，这个是界限突破。非常好，这个台面上我看不到什么作物可以让我好好的利用。这时候只能靠天降了，天降 combo。Yes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刚没有把技能吸好，我忘记我不是纯色队了。谢谢各位的观赏。基本上是那个应该通关是 OK 了，但是明天见，哈哈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